哇，威廉，你让位置给他吗？伊晨，你坐那吧，我坐这。这个换那边。谢谢谢谢，来吃饭了。但是他换到了凯文的旁边。哦，他有目的，有目的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都开心，俩人都开心了，完了完了。哇，这个画面我都觉得头疼，左边一个右边一个。我先想试你的毛血旺。查查，是你的毛血旺哟，是你的毛血旺哟。嗯，不错吗？很有毛血旺的味道。嗯，哎，你来了。我衣服刚油了，我刚刚衣服溅上那身油了啊。然后凯文身边也是一边一个。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吃饭。这是八个人第一次一起吃吗？对啊。哦，对不对？要喝一杯了。请记住这个 moment。来了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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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！好一个 moment。这路边你包一个好不好？小点饭可以吗？好。嗯，然后可能还要放一个黄瓜和香菜在那。哦，这算是你们那边的吃饭吗？对，我们那边的。然后懒一点的可能会直接和在一起就行了。哪边？东北的。东北啊。你喝一下，我做的应该味道 OK。没关系。再做。你是喜欢哪种汤？我喜欢那种罗宋汤。罗宋汤他做过，超好喝。再做吧。压力好大。坐上去。你那天出去了吗？对呀。我穿高跟鞋穿了一天。穿得很夸张，也有垫肩那种吗？就是那种很艺术的，就是荷叶边那种小礼服。这么夸张吗？没错。我吃完饭不喜欢吃猫。要喂它吃吗？你要吗？我喂了。它过来。剩了。谁要累了就让我替一会儿。你想洗吗？想洗，你赶紧歇着去吧。哎，好直接！哎，我好喜欢这种直接的男生啊，真的。对呀。你有这话，我就觉得我明白了什么了。快快快，没问题，马上马上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觉得我这块快快快，交给你了。啊，交给我了。赶紧歇着吃。我其实还有挺多的耶。是。要不然我们俩接力呢，因为洗的真的太累了。哎呀，辛苦了，快去玩去吧，快离开这个区域。各位加油。
拜拜。拜拜。好可爱哦。你都有着落了，加油。郑轩恒。他也跟你一样很会做吗？还有 Cold and Blue 啊。哦，对耶。那会不会挑剔你做饭？会啊，他就说你这个做的不行，那个一般般，都不好吃之类的。就跟我哥是化妆师一样，嗯，然后他看到我化妆就觉得，你怎么化的那么的粗糙？对。我今天学到一个词语，我也觉得很可爱。叫什么？窝窝。窝窝。嗯。有点像在卖萌。对，窝窝，然后还有叫窝窝头。窝窝头。就是他拿那种米面蒸的那种三角形的那个。哦。该可以了吧？休息吧。耶！哦，主动哎，他真的很主动。帮我解一下，启真给我解了，解了一个死扣，什么鬼？好，来了。哎，你看那排球了吗？排球？那你们要开始打球了吗？凯文来。哦，羽毛球。哇哦！我有什么办法？啊！哎呦，什么情况？滑滑滑滑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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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擦破了！我看一下，我天哪！没事，应该没出血。楼上有医疗箱，快点快点快点！我天啊！快点！创可贴，这是酒精，你点敷吧。嗯。我看一下，我的天啊！我的天啊！啊！这真的痛。威廉开心死了，想说。我好希望这边也可以流一堆血，痛的，好痛好痛好痛，就可以了吗？现在都就可以了，其实，反正晚上洗完我再用一次，基本没大问题，只是擦伤，看着就好了。好了，安心，没问题。好了，好了，谢谢你。走，爸爸。哎，其实我是觉得威廉现在用这样的方式跟凯文去相处的话，我觉得这也是他成长的一部分。对啊，他并不是说他咄咄逼人呢，继续表达自己，就是在他完全的完成自己的部分，这也是另外的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。